一个在你心中的故事，说故事让世界看见你。我们在找说故事的人才，只要你有说故事的创作天分，想找寻表现的机会，即日起至2009年10月15日止，三立电视数位叙事工厂故事创作团队招募中，详情请上我在159号网站查询。